这事至少对我而言挺好玩的。 极了，就看你们可以再走多远吧。
有趣，但长远看效果不佳。你们跑个不停，但我帮了你们一个忙，好好欣赏这只叫做霉菌机器。很臭是吧？知道你们还会有什么把戏？这只我称之为滴怪，因为它的皮肉正在慢慢滴落。真的让他死得这么轻松，你们应该拿走他的钥匙卡。这个方法结束你们的生命实在不太有效率，但是命令就是命令。死人有更多食物可吃的，早料到你们会来，特地让他们饿着呢。会过去的，都会随着时间过去的。哦，快看，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得意忘形了，可不是吗？
你们仍然持续战斗，这场游戏也会堕落得越来越深。不论结果如何，对我来说都是好事。瞧这帽子和风衣，你们会死得很有型，对吧？做得好，丹尼尔，非常感谢你，你的表现真是太精彩了。这项任务的完美机器，我看看。就是人生东奔西走，然后死去。这场混乱并不是你选择的，但至少你在死前看见了真相。摄像头运作正常，你们快没时间了。但看起来你们根本不想努力。不要反抗黑暗，要走进黑暗之中。如果你们这么慢，菲斯克博士的病毒显然对你们没有效。没有悲伤，没有遗憾，组成武器血肉。真不走运啊，朋友。
历史不会记载到今天，发起革命的从